活动中心因为防疫目前全面关闭，不使用也不对外开放。这是芦洲区空中大学，现在传出这里新北市府打算设置方舱医院。5月16号下午的时候，新北市政府公务局的到本校来就活动中心那么进行现场的勘查，那么预为规划超前部署啊，希望能够考虑有什么适当的地方来建置简易的病房。确诊暴增，医疗量能吃紧，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密集勘查方舱医院地点，选址标准包含腹地广、交通便利、方便医护进出、与住宅区保持距离等，目前没定案，评估中。其实方舱医院跟集中检疫所的目的是差不多的，他们就是要让轻症的人呢不要去看到医院里面的资源，让轻症的人可以早点离开医院，进入一个类似养护机关或者是中途休息站的观念。没有办法控制底下不断的升温，我们必须要采取高度管制低度活动的生活方式。学校透露，公务局人员勘察约1小时左右，不过经过评估，目前没有列入选址考量，但现在医疗量能紧绷，也让新北市府加紧脚步。三十五克的李怡婷，新北市报道。